擊敗咗呢一個咧，超級小足球俠 B 隊，亦都攞到16強資格。咁另外都有神氣 A 隊啦、太陽國際啦、APSSF、超級小足球俠 A 隊，同埋就真龍書院嘅啊，所有嘅全部都。今日是 U13 的賽事啦，呢邊看法之後，頭先長波送到埋去，嗱呢啲波啊博得過啊，送個長波半射半傳嗰啲啊，有時冇人掂到，都可能直接彎入嘅，有人揩到少少就正曬。Thank you.